一群八七，后排没抓去打鸟，快被气死！要怎么带河马？别啊！外力松鼠还可以。下水怪力也是下水道四天王呢，对面的队伍比较好一点。装射手，预备，开始。往这里走。太燥了啊！我要走不掉，动物怎么跑掉啦？赶紧吧！退了退了，不要再打了。
要路崩掉了。哎，那上路怎么又没有人了啊？好，那不已经等级上去了，我是不该帮上路的啊。电光有 buff， 我打不赢、啊、我们都松鼠咧，我们的松鼠到底在干什么？是在当吉祥物哦。我怕啦，屁事。等级起不来啦，上吧，一群八七后排没抓去打鸟，会被气死。
干得好，漂亮！身上就五颗，那我去干嘛？哎呀，为什么又弹回去了啦？我就要回去练习操作，这局应该是输定了啦。怪力，看你了。5 4 3 2 1，比赛结束，胜利。还赢呢？为什么？这局怪力超努力的。等一下，取消这个松鼠。我自己。